大家好，我是夏天。今天在这种特殊的日子里，520、521的日子里，我持续工作了一整天。那今天呢，其实也有，我们就是有一个比赛，正好撞在了我的强项上面，就是，选择自己熟悉的楼盘啊，然后选择一套房子。然后拍一条视频，然后去参加比赛，就可以拿1500块钱的奖励，是在我们公司内部选拔，然后挑出来。那我做了一个视频呢，目前就做了一个草稿，然后还没有做一些整体的，一个内容，做了一个大概，所以想让大家看一下，帮我提一下建议，看看我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改进。那有的同事呢也给我提出了，说我这段视频里房子没有突出啊，然后其他的都不够完美，所以希望可以借助很多人的意见，然后完善我自己的视频。那接下来欣赏这段视频吧。